跟隐隐约约都没有关系啊，哈，不要太，你们都太规矩了啦。然后越上面就越，就是你就补水，一直跟它补。嗯。然后多淋一点的话，有时候就好像有掉的感觉，因为这边好像是。那个地哈，其实有人会弄那个比较绿，可是实际上的话，如果照实际的上是带，它是觉得有咖啡咖啡的感觉。调鲜艳也可以调淡，那个加赭石多一点。大概哈，意思就好。再来的话，藤黄，绿串不要太整齐，知道吗？然后叶子的话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计时哈？
因为我喉咙有点那个，所以我含喉糖。然后叶子哦，太整齐，太整齐。叶子真的好难画啊。嗯。我喜欢用大的。我叶子用到那个。养好，然后那个形就会变形，压下去就变形。不是我这是煎好，我这是煎好。好，再去画吧。我记得我好像那边有没有带到卫生纸？没关系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去帮你哈。好，你在上面给你。而且要比较层次一点哈。嗯，我是只用笔尖，可是墨韵就，哦，我希望说你们那个，然后这边哈，你看，好整齐哦。我这边想再给你破一下。哎，这样子不好破哦，这个加下去。而且你一开始哈。而且你们这个哈，不要那么黑，你要看你的状况哈。你叶子哈，干了之后我就发现了。哦，而且你这个是干了之后画的吗？湿的时候就画上去了。是的，嗯，这边怪怪的。在这上面画的时候。干了又会不会底下的花会？花盖不住，因为尤其有弹簧。我只是说了，借着机会跟你们讲，弹簧是盖不住的。你说对啊，你们可以，我尽量就是想把这破掉。不要这样很整齐，哦，那这边其实也还可以再加工，哦，反正你们没关系的，我知道问题，知道了哈，嗯，OK， 好，没关系。